香港車又多，人又多，交通噪音咧係難以避免嘅。咁所以開始諗緊就係可唔可以用一啲創新科技去解決呢個問題。改良了香港以前用的雙震玻璃，就想了一些感应窗出来。我们自己做了一只窗，就在实验室做了一些数据，就叫了我们房屋处的同事一起去看看。窗方面我一定要屋宇署同事参与先，所以三个部门就在这方面合作。最少有20个这个房屋处的地盘将会用这只窗。当然现在落成了有几个地盘是用了。开心之处就是那些住户，他们有讲一句就说，我们真的不用闩窗，很凉。但是啲噪音咪真係減咗喎，多謝曬你哋咁，哇呢句心都甜埋㗎。